Apple Pay 是一种简单、安全、有私密的支付方式。在 Apple Watch 上使用 Apple Pay 支付也一样简单。要支付的时候，只要连按两下侧边按钮，然后把 Apple Watch 朝向读卡器就好了。支付信息一旦发送成功，它就会给你一下清楚和一声提示，而卡号呢，不会储存在你的设备里，商家呢，也不会得到你的个人信息。瞧，很简单吧？